新随风爱哭鬼将于7月21日上线了，真的好可爱呀！脑袋上露出的棉花，还有胖乎乎的树枝，身边围绕着鬼火，我已经期待着他在我旁边摇着大脑袋跳舞了。还有之前说过的新增教学副本会在7月14日上线，完成所有副本可以获得大量的线索奖励以及指定角色6选1，指定的还是之前的佣兵、调香、囚徒、小丑、杰克和红蝶，重复的会变成碎片的。对了，说到杰克就不得不夸一下杰克的第5金了，金皮夜来香和紫挂介壳虫，好像是从 PV 里扒出来的一样哦。皮肩上的夜来香和清楚质感的花枝爪子都非常有质感，还有满满的细节处理，比如这性感的喉结，比如这白皙的腹肌。总之以他表示很满意哦。小礼帽应该也不会遮挡视野，就是那飘散着飞舞的蝴蝶，局内特效身后是零落的夜来香花瓣，挂件是提环误认特效，甩出来的是夜来香花枝，所到之处也都被花枝铺满，伴随着淡橘色的雾气，被打中的人身后好像也会有花瓣跟随。不过有一点我比较担心的就是，局内看这个爪子很重工，会不会甩起来的手感也变重了呀？但是整体看下来，不论是建模还是特效，我都觉得很不错的。娜娜宝贝们觉得呢？